好像特权 VIP 下面那个特权 VIP 下面那个特权没有买哦，特权中心哇，激活这个称号哦，这个是给元宝的，10万块钱直接买。我要修改一下，光大好，18的买上 OK， 然后98的经验本收益加20%，经验跟光环都牛掰的，但是没看到这个谁都太吃亏了呀，随便吧。好，完成了。OK， 经验光环佩戴一下，加了13000，领取奖励。下一集就要390，不是290才能进去挑战了。好，我们在这里准备答题，自取美食，真相无言。我再激活一个这个技能，传世道师3个，100万银票，经济达人，哇啊，才加2300，好少。然后传功申请需要小于对方等级，我是我们这边等级最高的，完了，没有人可以给我传功，我就给你们传功了。今天幸运传功一次，完了呀。我们工会都没有这个等级比我高的吗？太惨了。哦，邮件，哦，邮件，忘记和你们说了，今天打了超多这个 boss， 好多 boss 他都是发这个邮件给的，然后领取一下复线，背包已满了是吧？背包已满的话，我们怎么办呢？新什么超值？我擦，6块买一下，使用一下憨憨国宝激活一下，就是一个聊天框啊，一般。这背包要清起来，啊，真的是非常的醉。这里紫色生命精华，命格空间不足了，来分解一下。我们好像有这个烟花，哇，需要采集一下的。终于有一个属于我的烟花了。好，大烟花礼包，给了一个使命牌崩坏贡献300个，凑合凑合。好，其实我还可以再给自己传个功，这里面这个安排其实还可以，先传功对吧，然后再采集这个烟花，然后采集完烟花再答题。啊，这个套路其实设计的，至少是我们玩过的这个帮派活动里面比较充实的一个安排的这个设计。然后服装看一下，就只有一个，对吧？加了13000。嗯，右边我先把这个空间清出来啊，使用一些这个紫色精华，这是每日累充60的这个探宝，300的。然后这里是坐骑属性礼盒。看一下啊，坐骑身心的这个单，这直接分解了，这个没有办法，先分解了。好的，然后剩下一些啊，剩下还有好多装备是在邮件里面投掷一下。哇，5点646，绝望了。哇，这个我先加一下吧，这9个加6000，24个加4万，这个加29万，哇，这个加那么多，29万，这个也太夸张了。我这里有1800个这个坐骑，我能升很多很多的，不知道哎。然后奇遇登录这里还可以领取，再领取一下30万银票。有人结婚吗？哦，开始了啊！望闻问切，这是来李时珍啊？不是吗？望闻问切，华佗，哇，扁鹊，哇，扁鹊，答对了。北方这是什么面啊？饺子？哦，我又答错了，我的问题。花中富贵，牡丹。哎呀，我答晚了，我这个答题答得好快啊。写于何时？唐朝。回答正确。谁答的？宋代。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哎怎么，哎，为什么我答的就有一个句号？隐灭。哦，三宝答的是三宝才对。他啊，等一下，下一题。首坛是什么活动？我真的是文人吗？我不是文人，我是骚客。竟然有人问我是不是文盲，气死我了。打破砂锅问到底啊，录音取消了，问到底。我为什么老是要打个句号？我这输入法也太有礼貌了吧。当前帮派的这个别通过语音了。 W2.XMONWANG， 不好意思，我给大家添堵了。好，回答正确。和什么颜色？肯定没有白色。红正环绿青莲紫黑色啊，白布红色。好的。长江啊，我又没有打北京。录音小于1秒无法发送。哇，还有这样的设定，我看到了，不好意思，我录的太短了。人人喊打。好的，我回答正确。我终于抢到一题了。女子，哎，又回答对了。这个就是需要积累的。碧月沉鱼落雁，碧月羞花。貂蝉，我靠，貂蝉，不好意思，我对这个真的没有感觉。
双臂，就孔雀东南飞，这个叫什么？双臂的诗歌，一首是孔雀东南飞，一首叫啥？姚明，对啊，这是姚明。狗不理，包子，十五，白布，哎，我这个十五不对哎，数字十五。好了，已经结束了，这个答题哇还是很快的节奏，用这个时间生战力不好吗？我答对了十八题，哎，我们工会就答题厉害，但是我们打架不怎么厉害。哇，这里宴会高级简单吃一下，宴会简单吃一下，这里哇领取啊，充值福利，充值福利领取啊，六块的呀，别，哎呀，这充值福利在哪儿？等等，重新出去看一下，小充送礼对吧？这里30块钱的，再来一个，左边出大奖，哇，这个还不够，然后再来，先把这个再领取一下，领取完我们再统一再抽啊，总共是会给20个这个绿色的叶子，这是什么？铁吉梨，这是坐骑装备吧？应该是，来获取大奖，抽24，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抽的，它好像是固定给的这个东西，无所谓了，激活一下，仙云404，这个战力加的好吉祥。选择礼包，物理暴击超，法术增伤，法术暴击，我是什么？我应该是，哦，这是增加宠物的，我倒是根据宠物来吧。进阶单3个，糖葫芦，怎么还有这玩意儿？伙伴呢 ？OK， 法作的，然后翅膀，好，455万了，榜员福利，绑定元宝，进阶单礼盒。8个传世套装石，哇，2个800万两银票，芙蓉卷是暗器，升一下，妖式神兵，哇，460万了，这个一下子10万就上去了，还是很给力的。这里再升级一下，剑雪封侯，暗器到达了100级，461万，再开荷包，又是2个妖式，天命夺宝，就这个要，我看一下。抽一下，好，抽了一个第15级，还差一点才能抽到最后一个，就是赤炎幻鹰，暗器挂件2件，梅花针，哦，4件，可以了，哇，2000万两银票，璎珞，3个璎珞，红色璎珞加23000，哇，再升级，这个探宝就不要搞了，我们就搞这个装备探宝，就搞它，对吧？轮椅现在有4个，星盘有8个，哎，星盘有8个就抽一下吧，花10几块钱抽一下，哇，抽到了2个红的，一个是尖盾，这个是啥？我竟然有幸抽到2个红的，零食背包，使用命格镶嵌，哇塞，我昨天抽了好多次，今天直接抽了10次就出现2个红的，这运气直接就爆表了呀，哇塞，我的天呐，包括他送的各种充值给的浮动，充值给的活动他也没有给，这个红色的尖盾之类的都没有给，我充5000都还没有送一个，你知道吗？昨天才好不容易送了2个橙的，今天就直接送了2个红的，哇塞，给力给力，把这个紫的也用了，这个平均升一下就比较好，这样加的战力会更高一些，这个还可以替换，哇，替换一个这个，哇，第15级，中间第15级怎么搞的？有人说叫我帮传功，这里是橙色的，中间的这个还可以，这是什么时候抽到的？是奖励给的吗？输人给的吗？命格要升攻击，这个平均升，命格要平均升才对。好，传功的话，每天每人只能传2次，我已经传完2次了，抱歉，没有选你，真的很抱歉。然后这里总共是抽350次，就祝福值就满了。抽的话，可以抽到这个红色的战斧或者玉佩，估计我们还要这几天估计要一直抽，不用着急。下面其实这个战力已经接近500万了，刚那个转盘。等等，我先看一下这个福利起伏啊，这里先起伏一下，3块钱、啊、算了。然后经验的话，我想想，经验一会儿出去看吧。现在如果我感觉也可以直接起伏，好像没什么余地了。打 BOSS 也好，挂机也好，今天都没有机会了，加不了多少战力，不是加不了多少经验了已经。然后明日可以领，签到领取完，然后炼体神功有144个，哇，升级。天命夺宝总员的无限手套，哦，对，有一个新的活动叫做无限手套，这里有个无限手套，完了，无限手套只需98元，该怎么找？98元，更送价值88888豪华礼包，专属神器，来搞一个，好，把它稀碎，走你，然后领取这个手套，
无限手套穿戴一下，激活，加多少？我加120,000，加120,000，这个很给力。但是这个什么时候原石又出来了，你知道吧？这个氪金游戏就是那么多这个概念。你看着妄图玩那么多的游戏，你以后啊直接去游戏公司，你就说你看个妄图游戏，我觉得那个游戏的公司老板可能就略带欣赏的眼光看了看你，哇不错啊少年，看来很懂这个氪金游戏啊。他说了一句，然后就被录取了。邮件，啊邮件再领取下。哇，背包空间不足了，来来，先把这个丢仓库，把红装丢仓库。哇，仓库空间也不足了，你知道吗？我之前把好多好多装备都丢仓库了，但是仓库空间也不足了。额外花10块钱开5个格子，开6个格子，开一下。这个呢，要开要花12块钱，我就开两，我就开2行，差不多应该够了吧？今天这个转身可以好好升了。右边，哇，右边还有好多东西。右边这个格子很难开的，右边4个格子就需要16块钱，特别的贵。好，然后这里关闭仓库，把这个使用一下。这个是8阶1星的圣灵式圣链，穿戴一下，加了380,000，可以啊。然后这 boss 已经死掉了，我们先不管它，我们先领取附件，剑领取。哦，又满了吗？再领取，再领取，再领取。哦，背包空间又不足了，完蛋！哎，先等等吧，我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不好意思。哇，夜火穷奇，这个穷奇也可以激活。夜火穷奇，哦来了，哇！哎，这个好像才是那98块钱的。哇塞，这个好漂亮啊！这个是真的漂亮。好，搞完了，情有恒。等一下，鼓舞一下这个，鼓舞一下这个输出，拉满，对吧？花点这个榜源和银两，拉满。啊，我们完了，这情有恒输出比 W 还厉害，我们是第3，知道吗？但没有关系，慢慢搞吧。他们这个输出，哇 ，W 二的输出逐渐追上。W2 应该可以拿个第一的，感觉是在追上的，因为 W2 人还多一些。零星的未锻造，好的好的，未锻造，现在还没有位，主要是先等一下，主要是上面的红点还没有清，只清了上面的。哇，夜火神奇，这里领了一个7阶3星的一个个人目标，哇塞，排名奖励我看一下，7阶4星，内魔妄图，你看这个我还是第一耶。其实我今天应该不是第一的，但是现在我是第一耶。我现在再把那个1800个单用了，我其实第一没有问题，对不对？零星没有用，先等等，等等，我有用，我要先用一下，直接用了，加了80,000战力，我直接500万了。然后附的这个套装就是拍卖里面的那个套装石，我先买到2个，然后再来回收回收回收，这是回收碎片，其实没什么卵用。银票、剑丹、剑丹，这个是什么？也是回收的装备，回收了。天师下凡，哇，给了一个佩戴一下，虽然这个也一般，我99元宝。刚给了99块钱吗？我刚点太快了，刚刚好给了99块钱。然后这儿有1亿3500万，来升一下。这个强化能升好久啊！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玩神魔入室，后面再玩魂沌起源的时候，由于魂沌起源没有对手，我就一直期盼他合符，但是他合符合的又超级慢，哇！这个留个6000万啊，因为今天还会有一个新的装备，今天我还会再抽一个这个装备，那个装备它要升到60也是需要好几千万这个银币的，先升到这儿差不多了。然后这儿洗炼的话好多石头可以慢慢洗，先别洗。然后套装，套装的话锻造一下，就只能锻造一次啊，锻造一次没有加成，好惨。然后宝石消遣一下，5级宝石2个，然后这个1级宝石替换一下，3级宝石升一级。好，花点这个银量，然后宝石大师激活一下，别等最后赶紧升上战力。我觉得没什么哦，在锻造这儿，看这时候搞一个这种零星装备就派上用场了吧？看，随便搞2件，直接就100%战力，不是直接100%成功率98，金玉不带提醒。来7阶算了，先搞5阶1星的，其实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七阶来一件。再来一个，我7阶好给力啊！再来锻造，好，已经升到6段满了。哇塞，7阶的好牛掰啊！啊，锻造失败，不应该是100%吗？7阶0星，好了，这个也满了。上面这些升等的都是带新装备了，我们去邮件里面看一下，再把邮件里面的装备收一下，领取附件。领取附件，你看都好多6阶的，还有挺好的。再来再来，我看一下有多少，
限时特卖，怎么还有限时特卖道具？哦，我的天哪，是今天晚上，都是今天晚上搞的。把已读的删除了，充值到账提醒，全部删除。哇，终于领完了，天天祝福。蓝灵果升级，这 boss 死了。哦，秦永恒比我们 W2 要高哎，二到三名是我们的这三个公会。秦永恒还是有人厉害的，有人很厉害的，天天幸运礼包搞一下。但是问题不大，我们人多之后，我们公会只要合一下就 OK 了。地煞男181在市场，市场有地煞，我们去看一下交易地煞。我看一下拍卖行地煞，应该是在这里面。传世套装男，我181，这是7毛钱一个，这个7毛钱一个应该是可以买的。我们男性角色应该很多，这个181126块钱能加个10万战力，我觉得这个是我要买的，这个很给力的。181，谢谢你的提醒。这里开一些这个元宝的榜源，然后再开一下经验单，六阶的这个碎片分解了，经验单再开。我感谢你的提醒，然后我要把这个套装再打造一下。来，套装可以锻造，刚好现在是3件，集齐4件就可以加4%的破甲。来，激活一下套装，我加10万战力，直接10万，然后现在还可以再激活2件，直接6件，6件套，再最后1件激活，我再又加12万，我战力无敌了呀，我战力无敌了呀。宝石大师再激活一下，生饼是什么鬼？你随便点吧，这个随便点，随便突破。噔噔噔，这个加的有点少，先管他，洗练到时候再搞。第一、第二都是人家的，你怎么知道第一、第二是人家的呢？来看一下，现在谁是第一啊？第一、第二是人家的。看这个永恒师妹，她580万对吧？我536万，我还有多少钱？我还有1400块钱没有用的。我把这1400块钱拿去抽这个装备，抽这个坐骑，很快就能超过人家了，对吧？问题不大。然后探宝，探宝等等吧，先等等，还先等一下。御剑飞仙，你看下面，我下面那么多红点，这些红点都没有搞。但是先把这个打造完，刚才的这个锻造还没有完呢。这个7阶4段的，把这个6阶的，93%的概率锻造一下。5阶带薪的，其实我觉得分就分了，但是没有感觉带薪的先不要分，先把仓库里的整理一下，然后把不带薪的7阶拿出来。不带薪的7阶，你看那么多。晚上再男星再帮我打一下，其实这个装备根本就不缺，我其实是特别不缺装备的，我才那么多7阶，背包可是不够了，再继续打造。来锻造一下，使用这个衣服直接100%、打造吧，4段100%，再来6段，就只能提升到6段，这个也是2件装备。哎，这个啊，好轻松啊，这个无新的装备，没有新的装备实在是太便宜了。再来再锻造5段，再来。昨天有人说他这个搞到8，他说的应该是全部加在一起搞到有只有8段仅此而已。哇，拍品，这些都是拍品，这些没有带新的装备吗？前往拍卖，拍卖是有1分钟的。这个衣服自选，这个是衣服武器自选，花榜元买的。买这个带新的其实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我真的不需要，因为我的这个7阶装备都是靠这个冲榜给的。终极的锻造是可以继续锻造哦，这样子。这个活动还没有结束吗？我的日常任务还没有做呢，各位。现在是55，这个包卖活动今天从7:30打到7:55，也是给力。先把这个首领悬赏首领先打了，255的刚刷新，先去打他，知道吧？这个一天到晚都在 CD 的，所以趁现在大家刚参加完这个综艺会没有人打的时候，我来打一下255。初级锻造要全部升满再来升高级，好的。锻造还有，哇，还要再升，先看一下银票使用一下。还有哦，还有中级锻造师，我看到了，来升级升级，好，全部都到6段了。哦，这里还有2个，再来一个5段，再来一个，好，全部都到了6段。我这里还可以再锻造，哇塞。然后这激活激活，加2400，这加的好少，激活4个8000，再激活，好。然后这里我们再使用一下59，我一个7阶装备，2个7阶装备才89的几率，有点少。1段，2个7阶装备89就89吧，89也还可以，他一次消耗4个装备。哦，锻造失败，就是刚选少了一个。哎，等一下，这个怎么0段的需要4个才能到100%？这个好假呀，1个2个3个4个，哎，这个不行啊，
滞销的是五星五阶段新装备，来96直接升了，这个吃星吃的太厉害了吧，哇塞，我的天哪，升级全部升一星可以吗？我就把六阶带星的用了应该就可以了，哎，53的几率算了，来出来看一下悬赏设定，给领取了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能打的190的前往挑战，挑战一下，这是什么的首领？可以无限次击杀，我理直气壮不了是吧？这个600万小 case， 我这不也在努力升吗？就差个50万，现在差50万其实没有昨天伤，昨天晚上差别人50万，我300多万差50万，就是他320万，我260万，就被别人当儿子一样锤，锤得好难受啊！这个也结束了，首领学场好，这里就领完了，然后我们现在去打一下二层的 boss， 先把290的先打完，邮件一件你继续使用一下，我这个等级还没有升，这个有点惨的，提交一下剑装碎片，剑雨碎片还有一个，哇，一会儿再搞一个剑雨碎片，